这是5天4小时，右边是6天4小时，都要打。先打左边的这个东西，哇，840分可以有这个50000年回环，哇，可上任8人布阵。评分低的我们先换了，古斗罗换了。哎，评分都不差，60万，怎么评分还是低了一些？宁荣要上的，宁荣换谁？上3人就行。哦，上3人，好，火舞、凤凰天、血月，就这个呗，我们先试试。多了就浪费时间了，对吧？挑战。没魂力的，要奥斯卡是吧？没关系，血月收割，他魂力就有了呀。血月是10层的月刃了，应该也可以了。要带个鬼魅，血月再叠月刃了，火舞、凤凰天、鬼魅，是一回70。哦，这打一次就算一个回合是吧？放一个技能就算一个回合，所以我们要打少一点。懂了，懂了。懂了懂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对于回合的理解刷新了我的下限。现在凤凰天是必须要的，这还别告诉我打不过吧。火舞给风增伤，好的。哎，火舞不能给他增伤呀，他们说不能增伤的，会增伤会顶掉他的一个聚环。血月放4就可以了，现在就放普攻嘛，血月都要死了，都放不了就大招了，血月就没了，打不过呀，差了2血，宗主好点，好的好的，火舞平民增伤 ，OK， 这里重新布阵，哎呀，不要血月，来一个鬼魅或者宗主，血月带个吸血回环，还得回血，这里就是靠这个风暴天，然后加魂力给风暴天去输出，这就第一了吗？哦，今天评分第一了，第二名是高达1分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他们用了6个。我们再试试看一下，宗主好一点，宗主回血，宗主是不错，有一说一，但宗主咱没上这魂环呀。你看一下，宗主的评分才只有20000，验证一下试试看。来这儿解锁一个。哎，这儿练的是蓉蓉哦，蓉蓉确实，令宗主来。是吧，接下来就优秀了，风暴天带1221，来，这好多人都说了，我们改一下，现在是221，就是第一个要换成这个猛兽系的，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什么，现在是龙卷风刃4次 74.25 的伤害，哦，速度更高的话它的技能提升就会越快，这里只上2-3个人的话，他回合转的越快的话，风暴天加速度加的就越多，他的速度上去了，伤害就越高，然后加点血也挺好的，然后前面刚才这个是283的攻击力，重复8次，然后什么伤害量降低10%，这个是打多段伤害，后面伤害会降低，这个是什么，风暴天速度更高的话，他就会不断提高这个技能伤害，好的，然后魂骨今天有这个币了吗，有这个币了吗，我看一下，哦，有16万的币，我的天，拉满，哇，拉满，再换谁，再换这个邪月，邪月其实不太给他想搞啊，火舞的这个必须要弄一下吧，火舞这个弄一下，火舞强化一下，哇，花好多啊，只有6万了，只有38000了，火舞也满了，再来一个邪月吧，邪月算了，来奥斯卡给你吃一下，哎呀没有啦，这样太多了兄弟，宗主魂环火舞2112，准备好为我燃烧。宗主魂环没有带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宗主的魂环都是，哎呀，搞几个2.5万的植物系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3万点的，4个，来给宗主上一下。这个其实微调还挺有意思的，说实在的，来第一个上的是3万点的。真的降住112，没关系，我先上几个宗主试一下，再来。主播能打满积分吗？打满是什么概念？不清楚。现在令宗主很可以的，再养成一下。这怎么没有养成啊？又需要10000啊！来来来，这10000还是好说的，花个10块钱，10块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啊，升完了，然后又不够了，又不够，别吧。哎，算了。21，现在这个是魔珠，搞个蟒蛇20000吗？搞个20000。21112，少了一点。被消耗时，火鸡被消耗时，石目标受伤提升40%，现在是30%。哦，提升伤害的，
不用技能就用平 A。 OK 啊，就少了一点点，问题不大，那我们就给他开一个啊，算是不开，这个还是有点浪费的。火舞放四技能，火阳啸日和普攻，对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不用放一技能，一技能推条的确实没有用。来，纯平昊天走你，护阵我检查一下，就你们三只走你。宗主没有上，哎，宗主没有上，哎，我的天啊，这没有四叔了，这傻叉了，傻叉了，浪费了次数，这最初竟然会消耗次数，这搞什么鬼？火舞就是这第四个，火阳啸日，好，红利加二，血亏，接着刷分没关系啊，他是取最高的一次分吧？哇，结束 ，nice， 浪费就浪费了，他是今日巅峰178，他是从零开始算的，如果没有你们，这个东西我就是被悬晕。哦，打了就消耗，好的好的，哎。现在肯定能超过180吧，晚上好呀。基础奖励少了啊，确实啊，那币少了，那币少了，我们用欧奇来凑。刚才我推太快了，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，今天推也没有问题，谁想到呢？宗主的一技能是什么？看一下啊，恢复两点魂力并提升攻击，对吧？后面技能治疗，其实治疗也可以的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治疗是消耗两点，攻击加魂力是消耗三点。好，哎呀哎呀，先别，这个魂力溢出了，刚才难受难受。然后我这个应该是稳了的，对吧？可以加个血，加血也消耗一次回合的。好，180，可以了，回血。他只要有两费就会回血，应该还不至于死。再来打，放天速度越来越快，输出越来越高。啊，没能回血，干死他，干死他！回血给队友，我给的是哦，回合有上限，差不多差不多。196，他们无法超越了，给了56个昊天币。哎呀，这个昊天币，可惜可惜。现在在挑战还能刷新吗？哦，超过三次后，只有刷新更高评分时会获得这个战斗奖励。哎呀呀，难受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阵容榜，我们是三个，他们可能是强度不太行，所以他们上的多了一些，还可以接着打满，打到200吗？我先出来看一下这个商店啊，上血月可以把白鹤打死。225是满分，打死有成就。OK， 哎呀，来看一下152个可以兑换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你看也买完了，需要昊天阵容评分达到840才解锁。这昊天锤炼，然后一边，哦，左边就是昊天阵容啊。那这个分怎么样达到800？200的话会给一点钻石啊。会换 BOSS， 哦，换 BOSS 的话，这个就可以重新累计了。OK， 累计800，敏智一族，白鹤。这里我其实差的不多，差了4分，我们再试一下。我们还有25回合，能坚持到吗？是不是得要加血了？加下血吧。令宗主我看一下，就是对全体治疗。好，令宗主来一个治疗，加速。好，加了点血。令宗主再给他加一下魂力，血只用加一次就可以了。也许令宗主这里死了还挺好的，放天能多高一下。好，再来加速度，别加速度了， come on， do something。 打不死，真的打不死，需要一个5万灵魂环，互换降珠打更多。哎呀，这次还没有上次好。来，我们去打一下公会的活动，宗门虐战又要被揍啦。哎呀，等等等等等，我啥都没有好，植物系魂环先卸下来。哎呀，令宗主你坑了我，上呀，不然啥都没有，这也太惨了。还是得来邪月，邪不邪月无所谓，有放天，别人都没有放天的，我们宗门被走趴下了吗？邪月是来这儿，火舞这个要换回魔珠的，还有别的要换吗？放天换一个2221，其实这个不用换啊，暂时不用换，毕竟是打这 boss。 我的天，宗门野战别迟到了。哦，这是打这人的，那这次我们每次都赢啊，这无所谓，这个真没问题。
我的天，这马红俊不死之身，不然我刚才把他们全都收了。哇，你看这个邪月这次舒服了，邪月选这个四技能没有错，比他的那个三技能快得多了。哇，这不就爽了吗？哎，一个平移结束，拜拜了龙老师。你们要看的砍瓜切菜就这，哎呀哎呀，我的天，就这，来邪月上，给我咬他，我靠我靠，这就是没有那个无敌的二龙老师，一下就结束了。我这个是不是只要上一个邪月就可以了？方天直接放技能刷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感谢大家提醒，我积分已经第一了呀，击败了八个，我这击败的速度太快了。全部来一个放向天，一个大招把对面结束就好了。哎呀，好，再杀两个，能不能来个肉一点的？都扛不住火舞的一套。我的天，这个鬼魅的这个补刀还是可以的。我们这里的这个第二名也很厉害，出卡出的也很凶，和我差距也很小。我能超过他，接下来这个星期啊，我能超过他的地方就在于什么？就在于我这个魂骨能爆出这个金色魂骨，对吧？就在于这个，别的都不指望。啊 ，nice， 其实就差了一点。哇，这几个人有点意思啊！放天，给我咬他！谢大魔王。哇！马红俊也一起死了，这方天啊，哦，是真的爽。好，结束。后期要拉开战力差距，看好感度，看魂骨啊，兄弟。好，马上48秒钟之后是这个近战堂主。这里随机药草，看一下，四个呢？是四个选谁呀？强攻，我看一下，星龙原局还需不需要？强攻我们肯定是优先拉满的。哎呀，已经用完了，这个相似的张红也快满了，怎么这上限不增加一下？水仙玉击骨它是精神力加的，这个无论何时都是有用的。我们来水仙玉击骨来四个，别客气，水仙玉击骨四只，给火舞弄上，给邪月。哦，邪月抱歉，可以来晚了。哦，这儿扫荡三次，还差一点，差一点点。哎呀，这个扫荡三次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吓死了。我之后留意一下给邪月的。好，这里可以打这个堂主，打这个什么14万16万3的。哎，先揍这个人，对面也有马红俊对吧，这人战力只有我的一半，一半都没有，我的天，还当堂主嘞。来方天咬死他们，我靠，刘二龙竟然没有死。邪月，哎呀，这人可以的，撑了一回合。哇，我杀了，哎呀，杀不死我方天，杀了我方天的1/4、1/5血。即便是变成超级赛亚人的这家伙也不行，这个宗门不行啊。对，找昊天宗去打，和他们去干，不然没有意思。哦，对对对，用我第一的这个资源不让他们发育，哎，说的很 nice 啊，兄弟。这儿昊天，明确昊天也没有做。这就欺负欺负昊天宗吧，让他们爽爽，750个魂师。这儿我们再养成一下。哎呀，这个线下又换上，你看又是需要消耗这个金币，很难受的各位。我现在这个金币又可以给魂骨强化了，是吧？来，小奥小奥，这给你养成一下。地狱的剧情有点难是吧？好，我打给你看。最后还有一个，哎，可以拉满了吧？还不够的，为什么不把鬼魅换成蓉蓉？因为蓉蓉现在只有一个主动技有用，另外一个是废的，等47级。还有就是蓉蓉他这个星级比较低，就这两点。其实星级低也问题不是很大，只是那个2.5万年魂环用它的时候会受这个影响。就是一个柳二龙苟活到现在，有本事杀我啊！哇，还不行啊！好，一个平移带走。
先平安蛋蛋。好，结束了，这儿啥也没有了。我们积分107，比仙人掌高了一倍。宗门宝库啊，宗门的东西我都没有领，战利品。恭喜这贵的提醒。大厅捐献一下。哦，分堂我看一下。暂为任命堂主。哎呀，这还是任命一下。既然任命一下，我这堂主都跑了。抱歉抱歉啊，药堂堂主，这就按评分来吧。领堂。我们家这堂主都没有。任命一下。啊，不可任命新职位，我擦。守护兽。恢复回力。派遣培养。方天的换一下是吧，好。活跃的。在上谁呢？上邪月吧。再做一下建设。呀，又是拼图。完蛋完蛋。好，结束。这柱子搞一下。石板。石板路哪里还有？这样子也不对啊，这两个换一下也不对，这两个也不对，这个换过来，好，有点像了，有点像了，哎，可以了，这个好像见过，哎，不对，这个要在上面的，好，拼出来了，结束。好，哇，戏子用了49秒，我用了1分15秒，厉害呀，这个人，现在我已经有点感觉了。好，结束。宗门 10.8， 对，我现在出卡没有提升，别的也没什么提升。哇，药堂礼盒那么多，然后这些我都开了，舒服呀。可以的可以的，再给各位去吃一下药草，虽然也加了多少东西，升到113，加了200。好，应该就没有了。这个的话养成又要养成，讨厌，怎么全都要养成啊，之前应该都是完了呀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准备好间的另外一个东西啊，护魂丸要不要换回来，我不知道，这个新篇章还没有打呢。斗罗外传锤鸣昊天，这里哦，第二天开启，一天只能打一关吗？给15个币，布个阵，这个直接打过就可以了呀。它是有普通困难还有地狱难度的，打3次。这个币好像用不了吧，给15个币，接着再打困难难度。你想看毒博，一定给你看，现在毒博已经在养了，每天都在尽力去养，尽力去给他升地狱难度。哎呀，推荐22万战力，这也是菜。通关了，给了30个币，还有一个福袋，胜败就在这一个福袋上了。来，我们退出，给大家看这个商店啊。刚才很多人都说商店啊，快兑换快兑换，这里有一个血晶驯龙森，可以花一点这个金币兑换，对吧？别的呢，你看哪里可以买加伤害的，可以买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，暂时是没有的哟，所以你们看仔细了再给我建议，谢谢。然后现在再把方天的调回来，这个是2.5万年猛兽，第一个要巨蟹。现在这个2.5万年其实基本上都是了，就这个不是，然后还有一些植物系的，有时间开植物系，我植物系差得多，直接开了，加一点这个战力也行。这里邪月你看早就满了，这邪月战力越来越菜了呀，兄弟，你都排第四了，7万1、7万2、8万1，我的邪月太惨了。邮件领取下，助战感谢，邮件领取。打那个试炼，好，等等。啊，打哪个试炼？那个试炼不打了吧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然后我们魂师回忆，还是打邪月吧。邪月现在还是要搞的。其实我想搞那个奥斯卡，但是他们现在太低了，扫一下吧，扫一下，扫到。这个你看第一层哦，给了两个的给，那还行啊。我看邪月他扫到最后一关会给几个，是不是越高给的越多，扫到一次
啊，哦，就给两个，就给两个哦。然后其他奖励可能会多一点点吧，也可能不多。然后蓉蓉也是需要的，其实现在不那么差。他这个是一个是就扫到了一次，下面是总计获得，这个展示有点懵，不知道了。来三个昊天福袋，走你，弯你回弯，来一个，爸爸，你优秀啊，给了一个万能信物，哎，优秀的发质，烦死了。现在魂石回忆完了，两个经验到手，魂石森林必须要做的这些都是免费自动的经验，明天我应该是到不了，明天到不了了，难受。这里就打植物系的，打九次。好，结束。哎呀，只给一个两万年的没有用，我最低的都是两万的。落日森林今天好好走一下，但是体力不多了，只有二三四，这真的是难。受潮完了，受潮还要派遣，我体力不太够了呀，兄弟。今天看看能不能有这个好运。现在应该是我想要弄一个控制系的，控制系和植物系的。来，探索完毕，挑战。我们12次，12乘以8。乘以18就是198的体力，完了各位，我们今天体力不够了。蟒蛇系 1.5 呀，昨天就给了一个3万的，超级爽。再来，完了，我觉得体力不够，各位今天没什么东西的呀。那今天很快就要下播了，老妹儿不是在这儿吗？啊，三万年来一个 1.5 魔珠没有用，10000年。哎呀，控制系垃圾。再来派遣，你们谁借我点体力？这个体力我今天中午我今天晚上12点我再来打一下吧。一键派遣，防御辅助系的，走你呀！这还七星？别吧，跳过。10000年，大哥，今天运气都用完了。昨天好运给了一个金的两星魂骨，今天啥都没有。哎呀，啥都没有，等级不够，再来。哎呀，10000年无所谓，给我个魂骨，是要给个紫色不行吗？126的体力了，难受，想哭，想要哭啊！好，又是七星，这是看不起我的五星英雄吗？我是十星英雄啊！后五星竟然不给我，好，给了一个5000，就这，有毒吧？10000年，给了一个啊，终于给了一个。能回你一句的万幸，这没有那个程度。我们所有水友他微信说和我说话，我都会回的，就不会说高冷。但是 QQ 的话，有些人啊 ，QQ 的人真的是很奇怪，就是轻轻松松就会举报你。这里又是，哎呀，我看一下，有一个四星的，但是四星怎么才给6星 boss？ 我这是就差了一星就进8星，很难搞啊。欧气守恒定律。有意思，再来，再跳，最后两下 1.5 啊，都瞧不上一个。哎，这个两星的其实和一星的没有区别，只是加战力加的高，但是分解的话都是一样的分解。哎呀，今天就这都没有欧气的。哎呀，你看只有19的体力，来我们打一个植物系的挑战一下。别的体力还要需要用吗？你先别用吧，先别用，这体力留着。我不知道能送你10000颗钻吗？可以啊，那你能借我100000块钱吗？对吧，你借我送你啊，没有毛病，这10000颗钻就算利息了。全面昊天里的东西没有弄完，已经弄完了，抱歉，已经弄完了，兄弟。这里学院试炼3次，你这个体力尴尬的呀，我终于体力不够了，我的天，这个体力今天可能2-3点钟再打吧，我要把这些全都做完。今天这个体力太尴尬了啊！其实差的也不多，就是落日森林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学院试炼，背包里有钱袋。来，我们去打一个 boss， 然后我们就准备要下了。今天没什么东西，明天有这个精彩，我们要好好搞一下。你们说这个币对吧？这个昊天币使用一下啊，这个可以用的。这个别用，别说了，就明天才能继续使用了。这些东西暂时用不了。昊天铸币的话是也可以用，加这个唐门荣誉。好，别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了，这个好感留着，开下一周的这个辅助。通行证看一看，通行证，哎，最近没有东西的啊，已满期的，各位，呀，这你看新解锁的没有用了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哎呀，浪费钱呀，对吧？通行证都满了，谁知道就满了，
皮肤为什么卖不了？我看一下，现在等下一次活动吧，这次卖不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买，很奇怪，留着吧，对吧？就显得土豪呗。看一下刚才打的两星的增上，两星的魔腾继承了，加了600，这个继承，哇 ，nice， nice 啊，加一下，这打都是植物系的，没有别的了，可惜可惜。这是四件套，四件套，这个四件套其实提升1.05的生命。哦，有啊，这是什么？提供什么什么护盾，概率也很低，不管它。现在是没有魂币了，金币太少了。辅助好的魂骨优先奥斯卡 ，OK， 好的，奥斯卡它能加一点这个攻击力，其实还行的。然后我们这里确实是没有东西了，兄弟，这我再给你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打下这个洛瑞森林，我们就下播。谢谢各位了，这斗罗之路其实是这个了。都没有东西了，来，最后再打下我们的这个植物系，希望他能给个2.5万年魂环，我就太开心了。没想到这个体力卡的我真的难受，哪里破解？支付宝搞个500万，什么游戏都可以破解了，兄弟。好，准备祈求他，祈求上苍给我一个3万年的魂环，谢谢您了。来一个，兄弟，大哥。给一个吧，2万年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完了，各位，我们只有2的体力，他一小时也加不了多少体力啊，我这道具也没有，你看，凌晨5点会恢复60点的体力，啊，体力恢复时间是，应该是6分钟恢复一个，我这里一小时才能是打一个这个 boss， 我大概打完这个，然后再攒30点的体力，再过6个小时。凌晨4点，我应该就可以把这个魂兽和那边的学员扫荡完了吧？啊，主要是我现在培养这个毒博花了好多东西，现在我培养了7个英雄，有点难，不止6分钟，那就等吧，到时候看一看，实在不行我们就找回。但是这里的这个材料，这里的这个经验不完成，很可惜，非常的可惜，非常非常可惜。看，就是这个洛瑞森林，这个给的经验好多。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今天就到这里，重要的是明天的这个精彩。昨天我们也录了好多视频，给小姐姐好好剪一剪，今天就短一点，谢谢各位了。然后这个我自己打一下就可以了。拜拜啦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